中职味全龙啦啦队成员均白在 IG PO 现实动态，说自己骑车风吹雨淋还被跟。身为小龙女之一，均白累积不少粉丝，在球场边跳应援相当卖力，常被粉丝夸赞有仙气。没想到8月31号赛后，出现有粉丝做出不理性行为。事后均白又 PO 动态更新，说持续被跟车，担心自己的安危，在家附近多绕了好几圈。时间晚，雨又大，家人多次打电话关心。均白也补充，希望球迷跟粉丝用眼睛目送啦啦队成员下班就好，而不是骑车跟踪他人回家。味全龙球团一号也发出声明，强调第一时间有致电关心，也了解整件事发状况，同时谴责粉丝的不当行为，后续也会加强啦啦队员进出球场的相关安危，也呼吁球迷朋友要尊重对方，切勿以身试法，造成他人困扰。TVBS 新闻台北综合报道，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